纵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季应召来了许多曾在演艺圈走红的男星，而掀起不小的讨论度。其中男星许绍洋在初舞台上演唱了花香，让粉丝们纷纷惊呼青春回来啦。没想到他在第一场公演后只获得45分，成为最后一名，惨遭淘汰。受许绍洋表示，他以为自己至少可以进入节目的第三阶段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迫离开，让他感到很惊讶也很遗憾。不过他也乐观地表示，可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节目播出后，网友们纷纷不舍直呼，许绍洋明明发挥得很好，为什么会被淘汰，真的太可惜啦。更质疑投票环节造假，不过有网友认为现场观众投票可能和网友们喜好有差异，只希望被淘汰的哥哥们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。